胖特写的话会黄标，因为连胖子都被画出来了，儿童不宜观赏。他该有肉的地方都有肉。哎呀，就跟牛妈一样。欢迎收看今天的 TV， 我是牛妞，是牛妈，我是牛爸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买的一个神秘的礼物，你们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魔方一定是 GK 啊。对呀。那你们知道我买的这只是哪一只吗？它自己有个爱心，有爱心，所以你觉得是谁？蜜梨。哦，是吗？是蜜梨吗？那我们打开看看，看你怎么有钱乱买。讲这个伤感情啊，我只是用了我微薄的私房钱。私房钱，你微薄可以买一点？因为我这是在虾皮上跟爱模型买的，因为他们那边又有3到12期的零绿玉。我打开喽，粉红色的哟，蜜梨版。这是蜜梨吗？蜜梨耶！你们看，我猜的真的耶，看一下它的和会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牛爸，后满面也是这样，果然是牛爸想要的。你要生气了，你要生气了。耶耶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，先把它打开。不要那么粗鲁哎。爱模型他们啊，如果说损坏也不用怕，他们还有售后服务，还可以帮你维修。我订这个是他们自己送过来，他们有专人帮你运送过来，这样不用怕会摔坏。哦，那这样比较安心。不过他这个专人送货啊，只有双北才有。可以可以可以这样。哦，虽然他们有这个服务，但是我看你们看我好恐怖，我觉得好紧张啊。它这个有一个好巨大的底座哦！哇，你看那个刀！哇，小心哎！哎呦，小心！这个底台真的是太大了。我觉得你们等桌子要先清开一下。你看，还有我！哇，它的底座是。这是第几只？全部有520只，这一只是第488。哦。而且这只是它的木龙的身体。它这有很多个龙头吗？水龙头。3个。哇，你看这个木纹眼睛。哦，7个头！哇，这一只小只的差点就被压扁了。被你哎呦，你看，它就是小只。你看，一天生气了，一天杀了你哦。你怕特写的话会黄标，因为连胖子都被画出来了，儿童不宜观赏。我觉得这针要放我这里。哎呦，你看，果然是他想要的。你看。这里有个金属牌爱心的，可爱。它这是靠一个点支撑，这龙应该是在这，我看一下是不是。这个木头做的好真哦，木头真的做的。这三个点，你看它放上去了。Oh, no！你要看它的脸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脸部的特写，还有你看它头发编起来这个编法的一个细节。最后一片叶子。最后一片叶子。它这叶子真小。看一下，你看它洞那么细。对啊，在这树干上面要找那一小的洞。高难度哦，比我的毛细孔还小。这个应该是2只型。噔噔，完成。噔噔噔噔，哇，超美的！你看，练出的良好的身材。果然是他想要的呢。胸就是胸，腿就是腿，内裤的就是内裤。转给大家，屁股蛋就是屁股蛋，赞哦。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整只啊，你看哦，练出他的这种身材婀娜多姿的样子做出来。他青苔是真的有黏那个青苔的那种直毛的感觉在上面。最可爱的是这一个。他又把那小龙头拔起来。最可爱的是小龙头。对啊，你觉得最可爱的是？当然是他。哦，你看，果然。而且你看哦，他这个刀丝弄出来，他是把木头变成龙的样子来。这龙有大大小小不同弯曲的形状。你手过去，那龙就咬你。嗯。因为要保护它。哎。没有啊，那没有啊。妞就变成一黑。不过你来看了，我觉得他这个刀啊，流动感很像水。流动感，它刀有渐层，对，它刀很像那种在跳韵律操，有没有那个彩带那种感觉？真的是这样，对啊，因为它的那个什么柱的那个特训的时候，它就是有。用类似彩带，跟他讲那个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看漫画。对，我没有看漫画，我要等他的动画出来，我要看立体版的。
就像这样，动画档，我们是漫画档，已经全部都看完了。而且它的这个椅子啊的飘动感也做得很棒，然后它也有做一些建材，特殊支架有呢，还有蜜妮的头发，所以它的涂装我觉得涂得很棒。不过蜜妮的手指头有那么细吗？但手指头我觉得有点骨感。原来他喜欢那种那个甜。没有，你自己来看。你觉得？你自己来看，真的不是我喜欢，我只是看这很骨感。你看我的手，它该有肉的地方都有肉。哎呀，就跟妞妈一样。我在夸奖妞妈，你怎么可以打我？妞妈都扑你了，哪里？好，我们把它上展台。妞妞，那这一只你有喜欢吗？有，应该没有吧？这个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这个是，你是喜欢那一颗头？那个头件，我要秘密件。No， 他真的只想要木头的。有啊，六只了。我只要秘密。这样你们刚好不会吵架，一个人是要秘密，一个人是要老。我就是这样把它拆分了。这只是魔方做的秘密，我觉得它是目前我看过秘密里面啊，变柱我觉得是做的最漂亮。然后我觉得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手指头。真的很像骷髅头的手指，然后它主要蜜妮身材真是完美。你会真的要生气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会在置顶留言把爱模型他们的详细资讯还有连结放在底下。如果你想要找 GK 公仔或模型的话，也可以去爱模型购买哦。他们有3-17%零利率，双北都有专人帮你送货。因为买 GK 最怕送来之后打开全毁都断件，对，那个很惨。然后就算你自己真的弄坏，他们也有维修服务，所以我觉得服务还蛮周到的。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他们网站看一下，他们在虾皮的卖场上面就有贩售。好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哦，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你跟我回家喽。不要乱尿，没礼貌。拜拜，你才没礼貌。拜拜。啊！可是他的那个胖吃做的很写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是不能看的，你不能想要看的自己买回去。他那个地方就有胖吃。对对对，想要看的自己买回去看。这边我们就不适合拍的太明显了。对啊。